差距稍微往高，可能等到那个时候可能会太久。15公里如果到这差距1个小时，就是2公里，大概1个小时，现在10点了，差不多12点会有水位，这样走2个小时，大概会走到差距一半的位置。那个，如果你们继续往顺流，就是你们去往你们船的方向行的话，你们有看到一个是植物岛的，就是你。如果我们走过去的话，一过到那里就是一个河岛，就是直接回来了。哦，不知道，就是我们一天只是看着他们，就有种很紧张的感觉，很像在看什么运动会，然后紧张，加油啊，目标区。说话对认同感还更强一点，需要把那个。你看他们其实现在很辛苦啊，靠一只烟撑的。他只剩下最后一小段那样子，他操作又很强。